这款洁肤水用起来十分清爽，不但没有任何香味，而且不含酒精等刺激性成分，高达 99% 的天然成分，使用起来不会刺激皮肤。除了能够卸除脸部肌肤深层污垢以外，还能透过内含的等渗透压或泉水来滋养肌肤，达到补水锁水的效果。由于是针对敏弱肌肤所开发出来的商品，如果有这类困扰的使用者可以考虑使用看看。不过由于不含防腐剂，保存期限较短，在购买及使用时请特别注意，免得因为过期变质导致肌肤受损。蜜薇特是来自法国的保养品牌，旗下商品都以天然有机植物精华制作而成。这款净肤露以大马士革玫瑰花水当作基底，使用时不但会散发淡淡的玫瑰清香，同时也兼具卸妆、清洁与调理肌肤等三种效果，加上拥有极强的保湿效果，很适合生活忙碌，只能简单进行保养，或是有肌肤缺水问题的使用者。油污标榜天然成分，价位自然就成了最难克服的一点，在同类型商品中价格十分高贵，若是预算不足就只能望之兴叹了。这款针对正常偏干性肌肤研发的洁肤水，绝对是干燥肌肤使用者的救星。使用起来的感觉非常温和水润，独特的活泉水成分除了能够在卸妆的同时彻底清洁，而且也能进一步达到保湿以及滋养肌肤的效果，就算不小心渗到眼睛里也不用担心会很刺激哦。许多使用者都表示这款商品不但能够温和卸妆、清洁并柔化肌肤，而且完全没有油腻感，对皮肤几乎没有刺激性。完全不含油性成分，使用起来非常清爽水润，15厘米、20厘米的尺寸，只要一张就能够完全清除脸上的化妆品以及深层污垢，搭配密封型包装，就算长时间不使用里面的洁肤成分也不会挥发掉。同时女孩们最在意的保湿成分也没有缺席，擦拭后肌肤依然能够保持 Q 弹水嫩的光泽，很适合用不习惯洁肤水，想要方便快速卸妆清洁的使用者。不过油污抽出卸妆棉后就必须马上使用，又没办法进行分装，在出门时可能会有点占空间，如果脸部比较小或是淡妆的话，可能用不完整张，反而有点浪费。这款商品经过专业医疗背景团队科学研发，受到许多专业人士以及美容界的欢迎，除了一般卸妆及清洁肌肤的功能以外，竟然还兼具化妆水、舒缓与保湿等功能，一瓶洁肤水就能取代化妆水及具有保湿功能的保养品，可以在卸妆保养上省下不少功夫。最重要的是在同类型商品中非常便宜，很适合小资族购买使用哦。不过如果脸上化的妆比较浓，或是有眼线等附着力比较强的化妆品，光靠这款洁肤水无法卸除干净，必须搭配其他卸妆用品使用比较保险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，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